本技术以摩擦搅拌基层制造，融合异种金属，制作出多层结构及大型构件产品。金属中心开发 4D 固相式基层制造，过程中以机械方式提供热量，非熔融方式，因此可达到节省能量消耗的功效。透过高效能与高品质的基层速率，一直结合能大幅保有原材料特性，并与多家制造商合作。此技术可应用于太空产业之 5G、6G 讯号量测曲面反射镜和轨道卫星之燃料筒槽制作，达到高强度、高精度与高致密度等优势。此项革命性创新应用技术，提高金属材料利用率，并减少 40% 加工材料的浪费，降低 90% 加工设备成本，同时满足 3D 曲面兼具异质金属制品需求。